者王星于台北报道。Laura 梁心怡将于二日踏进分离隧道关，算是亲属女。谈到感情，她坦言目前还是空窗，不想浪费时间约会，除非遇到非常喜欢的对象，才会考虑时间分出来经营。Laura 表示，踏进三零岁后，希望能稍稍改变过去温柔的个性，对于拒绝别人或是更勇敢争取想要的东西，能够更加积极，许下更勇敢更诚实的愿望。被问到会不会被家人催婚，他则笑回，谁敢催婚呀，我姐在前面挡住。女生应该掌握属于自己人生的节奏，女人该在几岁结婚或生小孩，正是我想要打破的八股思维。这次在女力爆发演唱会演唱新歌没有绝对， LARA 透露灵感来自出道14年的心境，这季念经历离开南拳妈妈，加上最亲的妈妈过世，她表示世界永远不会是绝对的好或坏，就连妈妈离开这件事，我永远会想念她，没她的离开感到遗憾，但是我也因为这件事成长许多，对于之后的发展。 LARA 称罗秋天将会推出新作品，希望粉丝好好期待。 Laura 海英国际妹妹娃娃多媒体提供 LARA 和子子组在演唱会送上惊喜蛋糕，海英国际妹妹娃娃多媒体提供。